收看不羁 TV 我的保养日记，我是苏西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头发的保养，之前有介绍过身体的防晒，那也有介绍过脸部的防晒，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头发的防晒。这一罐是 Yoko 的 Hair Coat， 那它也有一点就是防紫外线的功能，所以说平常有时候出门的话就可以抹一下这一罐。那这一罐它是属于油状的，就是油性的护发产品，那它可以就是如果在上电棒之前也可以先擦着当基底做使用，就是可以帮助你电棒的热导热会比较均匀，那也会比就是可以这样子保护我们的头发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就是挤出来的感觉，它是油油的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推开，是属于油油，你会觉得它油油稠稠的感觉。那我们使用的话就是这样子双手把它抹开，那就抹到我们的头发上，就是双手先抹均匀，然后这样子把头发都均匀的这样子用像在梳头发一样把它抹均匀，不能就是一堆没有推开就把它抹上去，这样我们头发就会显得会有一块会比较油，然后发尾的地方就可以加强。那我有时候剩下的我就上面会稍微给它这样子带过，不然头皮如果抹太多的话也会比较油。那可大家可以看到擦完之后头发就会比较顺，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毛躁了，这样子。那如果用电棒的话，就是你擦完之后你就可以就是夹个内弯或是电用卷一点之类的。今天的简短分享就到这里咯，是不是非常的快速呢？那喜欢的话呢，请按这边的红色订阅钮，也可以按下方的红色订阅钮。那这边有之前的保养分享，大家也可以参考哦。那就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本频道，那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。谢谢，拜拜。